结果后面一直挤上来。我想局长这个方面你有什么 想法可以改变？这个现在都是透过处罚啦。处罚？对，处罚。就他一直要在，你会处罚他？对。嘿，那除了处罚以外还有方法？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得到很好的成效。处罚是这样，我们处罚以后，这个客运公司就去处罚司机，然后司机又打1999来投诉，所以一个案件通常就变两三倍。好，我们时间到哈，接下来是苏庆云，他改书面咨询，我们就业务咨询呢，在11点钟再继续。我来这边先休困。早点嘛哈。